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今天跟大家分享《王国之泪》里面类似跃步的特殊技巧。跃步是形容像刚刚的开场画面，可以在空中无限的往上跳的一个方式。要实现这个技巧呢，首先我们需要佐纳乌科技的电龙头，接下来需要装备一把弓箭，按下利亚把弓箭拿出来，然后走向电龙头，要在被电之前呢，利亚跟加一起按，也就是射箭跟开启选弹功能呢要一起按下去。接下来选弹中在弓箭栏如果没有看到你装备的那把弓的话，代表失败了，可以再重新尝试一下。那我们需要在界面里面把我们装备那一把弓箭丢掉，这是成功的状况。成功的话，你会发现林克手上只拿着一根箭，但是却看不到弓箭，这样子我们就成功了。接下来可以慢动作来确认一下正确的时机哦。这个状态下也有人称为弓箭强持，就是强制把它拿在手上。那这边你可以发现，我们只要跳起来按 Y 进行跳砍之后呢，再按力啊，就是弓箭射箭，就会触发空中的子弹时间。接下来只要无限的按 Y 跟力啊呢，就可以无限的升空。但是如果进得太快的话呢，就会变成一般的跳砍。但是这个状态呢，不会因此而解除。接下来只要按力啊，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技巧，可以稍微练习一下，你就可以抓到它的时机了。虽然这个时代有佐纳乌科技，一个火箭盾绝对飞上去更迅速，高度又更高。不过这个方式还是蛮有趣的，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运用。那在这个状态下呢，还是可以正常的射箭，没有问题，它只是弓箭看不到而已。但这个方式也会损失我们刚丢下去的那把弓。那要怎么解除这个状态呢？只要装备另外一把弓箭就可以了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弓箭强持衍生出来的跃步技巧啦，分享给大家。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尝试看看咯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